当白俄斯将军的专机抵达松山军用机场的时候，受到了我国三军一队隆重的军礼欢迎。空军总部参谋长吴忠将曾代表空军总司令陈一凡上将前往机场欢迎。现年48岁的白俄斯准将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，并在195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。